想知道女明星的开工包包有什么吗？全部拿出来哦，超多的，我都要拿出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柯佳燕，我现在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工作的时候包包里会带什么东西。第一个就是水壶，这是金马影展的周边商品，水壶是一定要带，尤其在秋冬的时候，感觉就可以有一个保温壶。再来就是皮夹，然后化妆包，化妆包里面有一个开架式的保湿喷雾，然后是我最近非常喜欢的能量品，还有这个，噔噔噔噔，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色号，这个颜色不管穿什么都很好搭。再就是最近在看一本很可怕的书，叫做《前女友》，这个是在我在台东的二手书店买的，觉得它是一本很过瘾的书，它写的是比较爱情里面会出现的一些黑暗面，虽然它充满了负能量，但是很好看。然后这个是我会随身携带的水晶，这是我之前去做回溯催眠的时候，我的催眠师给我的。我记得这个是生命力，然后这个是爱，这是这个水晶的能量的意思。然后现在最不可以缺少的就是口罩，还有酒精。然后这个是工作的时候我会带的环保筷，超多东西，防蚊液，开工必备，拍戏拍照户外都可以带着。然后护手霜，好，差不多。这些大概就是我平常工作的时候会带的东西，都是工作会用得到的。三样的话，选哪三样？只能选三样，可能这就是我的前三名，酒精跟口罩是一定要必备。就我觉得没有化妆的时候，至少有个唇色会看起来气色很好，所以它就是跟酒精、口罩同样重要的。好，很开心跟大家分享我的开工包包，虽然内容非常的简单，还是很欢迎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在底下提问，大家可以尽量找问题。